我要登记结婚。伊要较无认，伊得登记结婚啊！紧来去看，免去免去免去。免去叶小姐，紧来去，我都袂回我啦。免啦、啊，王亚春的证件在我家。我的身份证哪无去啊？伊讲我都登记了。是不是阮爸？阮爸今仔就过分了嘞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 ，PP 石墨烯智能超导杯。画面唔敢好囡仔知影哟啦，我丢卡啦，丢卡！过去我都是想过作业啊，我即马唔再丢卡，这都是报应啦。王亚春，不管咱都会当做阿姑，我拢一定会尽全力来照顾你，请你给我好吧？我明早就答应你啊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想想咧，我也是家己替志宇过生日就好啊。你要确定志宇小我亲戚头家亲戚吗？那是较低调较好。不好讲嘞，会当讲验 DNA 的检查。你真正感觉志宇迄个囡仔是富豪的孙？你去找你妈妈提钱来赔偿我，那无吼，我一定找到你妈妈，用这粒球拍你妈妈。嗯，你今日来穿啊，真哩无同款啊！还敢真正美容？当然啦，66号需要什么服务？我要登记结婚。亚春，要结婚？无啊。要吃麦生鸡啊？你还不是头家吃吗？我得困。你就当作恁查某囝去互鬼牵去，你目屎甲清清的，给伊房间甲行李款款的，让伊走。我到我家摕到亲子鉴定报告，里面提到陈阿公这富豪的青春是不是治愈啊？小凤。阿姨，你是来摕你的身体检查报告？我是安怎会向公公在找我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没错，我李湘刚才很清楚，你家这个病的鉴定中心哦，真出名，我有孙啊。却想成神。